好，开始。电源插上。然后。开关按起来。温度已经调好，温度调好。开关开起来。这里绿色调到红就可以了，然后把咖啡放下来。然后推进去，然后压下来，放两秒钟，打开，打开，拉出来，拿出来，然后再继续生产，这一放，再一放进去，推进去，然后再一压下来，好，拍个写真，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整个机器，看一下。